那件裙子是两穿裙。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摆度，它是双层两面的，两杆滑顺的，再来尺寸，两个妞妞穿得下 ，S 号、M 号、L 号、XL 都穿得下。再来呢，里面的料子是走那种丝滑两杆的料子，它呢皱皱裙不需要整烫，好方便。好，它是单层，然后只做一边的那种小花苞，所以你会发现，穿起来很修身，腿很长。我先跟大家说，我现在穿的这一面是没有蕾丝的。等一下我会把我脚里面的这一面蕾丝穿在外面，蕾丝裙在外层我觉得比较美，所以呢你看你自己想穿哪一层在外面都好。总而言之，它就只有一个颜色，而且非常的亲肤，还有我们家的蕾丝有弹性，整体的蕾丝超漂亮的哦。它蕾丝不是提花，它是一朵一朵的花，好看到了吗？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，一般的女生应该都蛮喜欢就这样穿搭，简简单不会到很包，然后也不会到很知性很女人的感觉，就还是有点小个性的感觉哦。这个绝对是你们会喜欢的。特别交代一下，妞儿是161公分，47公斤。好，那我觉得长度、宽度、大小通通都是大家很好驾驭的款式。